台湾一级网代理中国完美时空开发的 2D 极致华丽大作《梦幻诛仙》，全民不闪党封测震撼登场，不但推出首支电视宣传广告，为了呈现出《梦幻诛仙》跨世代的极致与华丽，特别聘请台湾顶级动画团队制作，水准之高丝毫不输给国外游戏动画哦。这支动画是由台湾顶级动画团队 i2 进行制作，这支宣传动画不仅人物刻画细腻，动作更是流利畅快，绚丽的光影与爆破效果更是完整展现了游戏中技能的惊人威力哦。7月8日完美